光，日寒寒要暖，风大浪高九丈九，九九归一。路长长又急，水潺潺不返，船里港湾九十九，九九归一。风吹树摇，雨后晴，日落黄昏，离人归。谁说我乘光去？夜哭早衰，春再来，芬芳如故，看斜阳，百鸟傲归林间。莫叹世间冷暖情，红尘有爱，且坐下半杯黑世情怀。大千世界尽如故，花落花开莫等闲，今宵月有明，今宵月有呀，阿秀，哎，阿龙啊，听说你又到码头帮人搬行李去了啊？帮人搬行李赚几个钱？我又帮他赚大钱，要不要试试？算了，你可别瞧不起，那可是一本万利。我爸不准我去赌，他说做人要自食其力，踏踏实实赚钱。我要给他石头，行，你等着一辈子受穷吧，啊。看看东西，哇，糖哥哥，这是你买的？是，是客人送的。我跟哥哥一人一颗，真乖。啊，你要欺负我？妈，站起喽！妈，你要欺负我？写的怎么样啊？蛮好的。嗯，回来了，等你等到睡着了。怎么坐这儿睡着了？别着凉了。哎，妈，妈给我出了一个题目。什么题？出来出海打鱼，打了360条。啊，5条1斤，每斤卖5毫子，卖了多少钱？卖了多少钱？36块钱。36块钱，真的对了，真聪明你。
阿福，你算对了，来，哥奖你一条大石斑。好啊，今晚。嗯，不行，这鱼可贵了，能卖个好价钱，自己吃太可惜了，先放水里养起来。快去。阿寿，你没有告诉阿福，为什么这条大鱼钻进我们家的渔网里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阿福你今天过六岁生日啊。真聪明啊！哎呀，应该让他去读书啊。这不是家里钱不太富裕。把这个给我拆了。也不急，等过一阵子有钱了，就让他去上学。再说了，在家里教他，我也教。行了，别站这儿了，你去那边吧。阿少，阿龙，啊，你昨天说那办法到底管不管用？啊，没事的啦，管用，相信我，当然管用啦。今晚要不带你去见识见识？行，走啦，不要骗我。举个傻子，使眼下小，使眼下大。上大，实验一下小，压大赢大，压小赢小，有些往上压就能真正赚钱。来，压个大，买大买小，买定离手了。大开，四五六十五点大。这个赢大，怎么样？现在赚钱。再来。我要去给轮船上，我没时间哈。你现在就有时间。行，嗯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我宁愿去打鱼，也不愿做这鬼习题。妈说了，打鱼的人呀，读书识字，要不就没出息，但路上人家看不起。阿寿，哎，来了，快点。等等，等等，爸爸来，请别告诉他，乖，听话。哥，
爸，你哥呢？有人找他，他出去了。去哪儿了？你学习吧。鱼怎么卖啊？我快收摊了，便宜卖给你。你看这鱼多新鲜呀！我想要那一桶。行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偷东西！来抓小偷。我没偷。这没偷。没偷。你过来。你过来。你过来。你这里面什么东西？拿出来！还说没偷？这你刚才明明看你把两条鱼放进去，你说你没偷，你给我拿出来，拿出来。我看见了，就是那，看到吗？偷东西该打。你为什么偷东西？我家里穷，我妈妈生病了，我想给她做点鱼汤。让她走吧，走吧。谢谢了。我就再不敢了。等一下，再穷也不能偷东西。这条鱼我送给你。谢谢大姐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你以后不要偷东西了。算了吧，他俩走啊。没事吧？没事，今天鱼多，选一条吧。好啊，今天我看一下啊。新鲜的啊！今天我带了钱，我吃大的。大的啊，能吃得完吗？吃大的今天啊，来，来，不用钱，不用钱。什么又不用钱啊？你那给我大的，来，快点。不用钱，你快拿走，把这个给你，拿送给你。哎，来，这不用。哎，什么不用钱的了？你每次都是不用钱的。开了，开了，你也是七年前。哎呀！下住了，快点下住！下住了！学好的东西，我们一个儿子。爸，我只是看到连婶太辛苦了，我在赌博赚钱呢。赌能赚钱吗？你没看懂什么人去赌？爸，你再去赌，我就把手给剁掉。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爸。我赌博只是为了帮阿福攒学费。傻儿子，爸没让你去赚钱的，就算不让你妹妹上学，也不能让你去赌博。你听着，人活着要有志气，就算穷死饿死，也要走正道。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回去别跟你阿莲婶说。嗯。
回家。回来了，你们爷俩这是去哪儿了？一走走一天，那个腰不好还四处乱走。坐。我今天呀，碰见帕拉索了。买鱼的时候他又多给我钱了，我给的他还不要。怎么了？腰不舒服，我给你拿红花油去。哎呀，不用了。老奶奶，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妈，哎，这什么字？哎。这些鱼送给客人去。啊，好的。老爷，你身体不舒服啊？没事，有点咳嗽。老爷啊，你太操劳了，先回房休息吧。这外面的事情呢，由我来安排。好，老强，哎，送我回去。好。老爷，你慢走啊。老爷，老爷。老爷，老爷你醒醒！老爷，老爷，老爷你醒醒啊！老爷，老爷你醒醒！老爷，老爷你醒醒！老爷，老爷，万太太，万先生的血压高，心脏也不太好，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，住院才行啊。行。那就劳烦李医师了。啊，不用客气，这是我的职责。到了香港，见到舅老爷和少爷，告诉他们，老爷病重，让他们回来一趟。嗯。哦，让少爷一家都回来。知道了，太太。你去吧。哎。你都忙了一天了，吃点东西吧。我吃不下。老爷生病住在医院里，店里的生意又忙。张嫂啊，要不你找个人替你做饭，你到医院去照顾老爷。
太太，再要是找个生人回来，也不知道老爷和太太您的习惯呀。再说了，这么大一头家呢，再要交给一个生人的话，我也不放心啊。是啊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老爷现在呢，脾气是越来越古怪，找个生人来，我还真的不信。我已经叫阿强到香港去通知少爷了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回来。要是少爷和少奶奶能回来的最好了，可眼下这一两天他们也回不来呀。太太，我们还是得请个人帮忙才行。现在找谁呢？太太，要不我们请阿莲回来吧。哎呀，能叫阿莲回来当然好了，可是阿祥生病在家，能行吗？这个您就放心吧，我去请。那好，那你去试试看吧。哎。哟，阿祥，你又在偷酒喝呢？这让阿莲看到了，可该不高兴了啊！阿强，阿强，嗯，你，哎呦呦，哎呦，你张嫂是吧？哎呦，你没认出来，走走走走。哎，哟，你一个人在家呢？对。那阿福和阿寿呢？嗯，阿福、阿寿，我让他去吴妈家玩去了。那阿莲呢？阿莲卖鱼还没回来。哦。听说你平时挺忙的，今天怎么有空？嗨，我这哪有闲工夫呀？这不，老太太派我来跟阿莲商量一件事儿。啊，跟阿莲商量事儿。阿莲卖鱼还没回来，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。阿寿和阿福去玩去了，也回不来。那你跟我商量商量吧。行，跟你说也行。啊，这不，望老爷病了，现在都住进济民医院了。这店里又忙，老太太也走不开身，所以啊，这老太太让我来请阿莲去医院照顾老爷几天，这病好了就回来了。这回老爷啊，病得可不轻啊。老爷怎么能生病呢？老爷怎么能病啊？我这身体又不能去照顾啊，你说。要不这样，明天一早我就让阿莲过去。哎，我就说阿贤啊，就是个讲义气的人。得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哟，你瞧我这记性。这个呀，是老太太给阿福买点心吃的，来，你拿着。啊。不是，哎呦，这我这钱我不能要，
你拿着，你给老爷买点吃。不想去。老爷和太太把你当女儿对待，现在人家生病了，没人照料，你能不管？做人要讲良心。家里这么多活都忙不过来呢。家里的活该放就放，我已经答应人家了，说明天早上你就去。只要我还活着，那就是个男人。男人说话就算话。你答应人家的。你去吧。阿莲，我知道你嫁给我一直都不情愿，这些年也真的委屈你了，可是老爷过去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说这风啊浪啊，天一亮就过去了。天一亮就走了，天一亮也就没了。老爷和太太对咱们有恩，你不去，我去。睡觉吧。醒醒你！你喊什么呢？哎呀，我做了个梦。哎呀，吓我一跳！吓着了。不是说好了吗？明天你就不要去了，我去。啊，你就安心睡觉。
你还生病呢，怎么去照顾病人？明天我去，快睡觉吧。别再做梦了啊！好吓人。少爷，老爷前两天病倒了，医院说是心脏病，还有高血压。现在怎么样？好是好了些，只是老爷一直住院。太太想让你带着少奶奶还有小少爷回去一趟，一是陪陪老爷，再就是帮着太太打理打理鱼篮。我想想吧。舅舅，嗯，明天我想带曼云跟阿雄回澳门住几天。嗯，那铺头里安排好没有啊？一些固定客户的货我已经派人送过去了，收钱倒不着急。至于一些散户，我想可以让阿强留下来帮几天忙，或者干脆关门歇业几天。这样也好，你带阿雄过去，这里的铺头我先看着。如果有散客来拿货的，见到铺头没开门，来个一两次也就不会再来了，是吧？那可麻烦舅舅了。您本来要和舅妈去英国看表哥的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不要讲这样的话了。你老爸也老了，也想见见那个孙子嘛。你带阿雄过去看看他，曼云这边要慢慢和他谈哦。我知道。那我叫你舅妈去买点补品，你带回去给你老爸，替我问候你老爸啊。老爷，起来吃点东西吧。接几天，都辛苦你了。不辛苦。再躺会儿。好。怎么还没睡？妈妈托阿强送信说，爸爸心脏病突发，已经住院了。是吗？那您打算怎么办？明天我们回澳门。明天就走？店里谁照顾？舅舅当然照看。那这么说，我又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阿雄去吗？看爷爷奶奶，孩子怎么能不去啊？那明天走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到澳门去总得住几天吧。阿雄的东西和我们的衣服都没收拾，你得给我时间收拾啊。早上的船肯定赶不上了，下午的船到那儿就得半夜了，带着孩子又不方便。好，那我们后天大早完成过去，总可以吧？行吧。
老爷，我来吧。你来了。哎。哎，又要给你添麻烦了。没有。哎，老爷，喝水。谢谢。哥，怎么还没钓到鱼啊？哎呀，钓鱼要有耐心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哎呀，这么快天黑了，阿莲啊，哎，你还是先回去了。哎，要喝点水吗，老爷？不要了。吃个苹果吧。啊，谢谢啊。老爷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阿莲，哎，你明天还来不来？来，明天我再来医院看你。老爷，早点休息吧。鳗鱼了，鳗鱼了，鳗鱼了，新鲜鱼刚钓的。五条篓共八斤鱼，三元两角，卖不卖？不卖。好新鲜的鱼哦，刚钓的。对啊。三元五角卖不卖？不卖，起码这个数，四元。好，一厘。好。鳗鱼了，鳗鱼了，新鲜的鱼啊！哥，你要买什么？老板，来瓶绿豆烧。好。多少钱啊？9毛钱。9毛钱。刚好。走吧，回家。快点！哎，你慢点。小心摔着！哎，你慢点儿。爸爸生病，妈妈不让爸爸喝酒，你不知道。哎呀，你懂什么？有些酒啊，都是连身卖的呢。你骗人！
我常听妈说爸爸别喝了，说爸爸的病不能喝酒，妈妈怎么会给爸买酒喝呢？你不知道，爸呀以前是咱村的捕鱼能手，有一次出海遇到特大风暴，他为了救渔船和船工们，被砍断的桅杆压伤了脊椎，肝和肺都受了重伤，我还看到他大口大口的吐血呢。自从那次以后啊，爸再也不能下海捕鱼了。哎，他这几年心里难受，再加上又有伤痛折磨，没有酒实在压不下去，你知道连婶是理解爸爸的，所以他只能劝爸少喝点儿。哥我懂了，爸喝点酒伤痛会好些。真聪明。这两天于兰怎么了？你放心，挺好的。哦，医生今天跟我说，没想到你好得这么快。要不是阿莲来伺候我啊，我这个老头啊，可能早就死了。呸呸，净说些不吉利的话。现在说阿莲好了，当初啊，谁硬要把阿莲嫁人的？收留一下我这可怜的孩子吧。你呀，你又来了。阿红知道我住院没有啊？知道，我叫阿强啊，告诉他了。估计这两天他应该回来了吧？他知道我病就行了，不一定要回来。我决定明天出院。那得听医生的呀。我就是医生了。你真是个老顽童。哎呦，哎呦，还说要出院，就好了？死不了了。你可不能死啊，老头子。阿强，阿强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回来了啊！这是太太给带来的？不是，在路上啊，碰上一菜农，着急过关回拱北，就把这些菜便宜卖给我了。你今天可以不用买菜了。是啊，哎，两个孩子呢？阿福、阿寿呢？又出去玩了？哎呀，吃完饭就睡觉了。两个孩子累了，抓了一天的鱼，又拿去市场给卖了。他俩去卖鱼了？啊，怎么不等我呀？他们知道卖多少钱呀？等你。哎，过来，过来。